巴斯光年呼叫星际总部，请回话。我的编制属于宇宙防卫队战警局，驻守在第四星域的伽马区。我的任务是防止邪恶的索克天王入侵银河系。此时此刻，在银河系那端正在秘密地制造一种也许能够毁灭整个星球的新式武器。只有我一个人掌握了这种武器的唯一弱点。货舱部分没有安全带，容易受伤，驾驶舱更安全。现在星际处于紧急状态，我要征用你们的船去第十二区。飞向太空，宇宙无限。巴斯光年飞行日记，星际时间4072年，我的船在飞往第十二区的时候出轨了，我被迫降落在一个陌生的星球。我是从睡梦中被震醒的。这个地方好像不存在任何高等生物。地方治安警察，太好了。我是巴斯光年太空战警宇宙保卫队，我的飞船出了差错。谁在那儿？我是巴斯光年，我为和平而来。这是碳铝合金做成的机翼，我当然会飞。你不会？不，我会。不会？会。感谢大家如此热情地欢迎我。我说，这按钮有什么用？给你看，巴斯光年拯救宇宙。哦。